打一把杀人，家人们，感谢点赞，来，咱们打一把杀人，好吧？人气往上走一走。昨天我爸我妈，我爸我妈都吵架了，然后我也都没有直播，也没有回家，家人们，我现在不想回家，因为，回家我爸我们两个就经常吵架，最近我也心情不太好，心情不太好就老是吵架。就是因为那个事情，所以昨天晚上吵架了，我都没有回家。感谢点赞，谢谢。都是因为那个戏硬的啊、哦，什么易老宝的，老什么宝，真的是，啊、哦，就是因为他不只是骗我，知道吧？骗了我的粉丝们，对不对？你说家人们？他有完没完的，昨天晚上他直播还说什么给我顶着干，他啥也不是，说难听点，我是不想跟他一般见识，知道吧？跟他吵拉低我的档次，真的，说实话，哪有这样子的人嘛，对吧？他喜欢阿紫，他就大胆的去表白嘛，对不对？还要骗我干什么嘛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跑去机场跑了一圈，然后还把机票都买了，结果他还骗我，说什么他们没有在那里了，结果他们晚上还在那里待会，还在那里直播，是不是？阿紫喜欢我是吧？我理解阿紫啊、哦，阿紫是不怪阿紫的，因为阿紫在他那里上班，知道吧？所以要靠他拿工资的嘛，所以要给他，对，要尊重他，给他面子嘛。但是那个做个老板，怎么可能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做个老板，你就做你的老板呀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非要搞我嘛？还要骗我嘛，对吧？还要连我的粉丝们一起骗，而且还说我的粉丝们，说我的家人们。老板，我也当过老板呀，哪有这样子当老板的呀，对不对？当老板你就当你的老板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感谢点赞，谢谢。来，咱们打一波杀人，好吧？打一波杀人。我感觉他有点欺人太甚了，知道吧？有点欺负我的那种感觉。因为他上次有一次我给他打 PK 嘛，我打输了，我没有打赢他，他就觉得他压着我那种，对吧，家人们？他觉得我好欺负嘛，就压着我。就是因为他，所以我现在我跟我爸都吵架了，我都不回家了，现在还有我爸我妈也吵架了，就是因为这些事情，知道吧？我没想到他是这样子的人，以前我很相信，我以为他是一个老板，就这么单纯的老板，没想到他有那么多歪心思，对不对？我想起这些事情我就气得很，现在知道吧？你们一提到这些事情我就气了，本来我不想说他的，然后你们提到这些事情我就气得很。有钱有什么了不起嘛，对不对？他能有几个钱嘛，对吧？感谢点赞，来，咱们打一波善人，好吧？人气往下走一走，哪有这样子做人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喜欢阿紫，你就大胆的去表白，是不是？你搞我干什么嘛？把我骗来骗去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还骗我的粉丝们，对不对？
我也没有逼的意思呀，对吧？去见阿紫一面，这个有什么呀，对吧？不管是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我去见一面怎么了？是不是家人们？真的是，哪有这样子的人？他自以为真的是个老板了，真的。我是给阿紫面子，知道吧？毕竟阿紫在他那里上班，给阿紫面子，不然他啥也不是，就这么简单。他尊重我，我尊重他。我那天给他打电话，我是很尊重他的说话的，知道吧？我是很尊重他，但没想到他对我的说话的那种态度，就好像就是不把我当回事儿。感谢点赞，家人们，来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好吧？赞赞点一下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对不对？他要搞我的话，我就搞他，就这么简单。说真的，面子给多了，狗都觉得自己是狮子。有些时候，人这个东西，你尊重他了，他就觉得你怕他，知道吧？我怕他什么吗？我怕他，我是尊重他，知道吧？我是一位阿紫，知道吧？所以我才跟他客气的。你们也看到那天我跟他打电话，我是跟他很客气的说话，对不对？没想到他给我来一句你这什么什么的，说他们没有在那里了，对吧？没有在那里就算了嘛，对不对？还说什么阿紫他们两个在一起了，叫我不要来打扰。我发现这些一切事情都是他搞的，号召阿紫发信息在群里那些事情都是他发的，我估计。因为阿紫打字都打不来，怎么可能说那些话嘛？肯定是他拿阿紫手机发的。这坏老板真的是，哪有这样坏的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是有这么坏的一个老板，知道吧？那嘴巴上说的很好听，做事情就真的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坏老板，本来就是个坏老板。来，咱们所有伪家具的家人们，公屏上全部打坏老板来。他就是个坏老板，打三个字，坏老板。本来就是个坏老板嘛，是不是？来，全部打坏老板来。你们觉得他坏不坏吗？对不对？我以为他是真的，就大锤的是阿紫的老板，没想到他歪心思太多了，家人们，真的歪心思太多了。我一说到他这个人，我就气得很。现在我那天真的，我那天气的真的是，哎呀，对不对嘛？你做个老板，你该给员工发工资就发工资，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行了，对不对？你该干嘛干嘛行了，你为什么要搞那么多歪心思，对不对？没完没了的一天，真的是带着阿紫去这里玩那里玩，那些我不管嘛，对不对？只要阿紫愿意，阿紫开心，我不管嘛。但是你大哥老板，你为什么要骗我呢，对不对？你喜欢吗？你就去大胆的表白嘛，对吧？阿紫接不接受是他的事儿嘛。你喜欢阿紫，你就大胆的去表白，阿紫接不接受是他的事儿。但你不应该骗我，骗我的粉丝们，骗我的家人们，对吧？我又不是他的仇人，对吧？我见了一面阿紫怎么了，对不对？来，顾不上所有人给我打坏老板来，家人们。昨天晚上开个直播还说给我顶着干，给我干到底，我看他能搞个什么花样出来。
我本来我开个直播，我只想开开心心的，我不想跟他一般见识，知道吧？我只想开开心心的，直个播跟我家人们聊聊天。但没想到，一说到他，我就气来气得很。这两天就是因为他，我跟我家里面的人才吵架呢，就是因为他那天他骗我了，然后我就回来，我就心情不太好。然后我爸就给我发脾气，我爸我们两个就吵架了，导致现在我爸跟我妈都不说话，两天了，他们两个也吵架了，我妈就站在我这边，真的是哪有这样子的人，对不对？现在最好他不要惹我，惹到我的话，我真的是我要疯了，我要，他不要惹我最好。我现在我有气没有地方放，我现在，我现在不想跟他一般见识，知道吧？中国好老板，中国好老板是这样子的吗？你们说啊，中国好老板是带自己的员工这里潇洒那里潇洒的吗？还跟自己员工表白，是这几的表这几的老板吗？这几的老板会跟自己的员工表白吗？啊，什么档次呀？这是啊，对吧？当时说的口口声声说，哦，他支持阿紫，我们两个怎么怎么样，对吧？他跟阿紫只是一个老板，他只是一个老板，没想到有那么多歪心思，我的天呐！这一套来了来了，就来另外一套，一套一套的，哪有这么多一套一套的嘛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这一套不行就来另外一套，那格局也太小了嘛，对吧？他是怕阿紫被我抢走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他就在中间故意捣乱，真的是，你有本事你就大胆的去给阿紫表白，你喜欢就对不对？如果阿紫答应了，就是你的本事。给我整这些歪心思干什么嘛？对不对？还骗我，骗我的粉丝们，还是不是拿人呢？啥也不是，真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来，人气往上走一走，直播间咱们赞赞点一下，好吧？家人们，现在5300人，马上6000人了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好吧？支持阿伟的所有家人们，来，咱们把赞赞点起来，好吧？打一波正能量来。来，希望我好起来了，不要，我可以让着他，家人们，咱们打一波正能量，好吧？我可以让着他，知道吧？但是不要太过分，我让着他是我给阿紫面子，知道吧？他毕竟是阿紫的老板，但是他这个老板大的有点歪，真的，有点歪西施，不是这样子歪的，而是这样子歪的，就歪的幅度有点大。知道吧？就歪来歪去的，我，对吧？通过这么几个月的，这么两三个月的时间来，我感觉他歪了很多歪心思。感谢点赞，谢谢。对，打一波正能量。我本来我只想平平淡淡的，对吧？上次他搞我没有说什么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次还要来搞我，他现在是不是在我直播间，家人们？我看到还刚才好像有一个，就是好像是他的名字。他现在是不是在我直播间？那个易老板是不是现在在我直播间？刚才我看到有一个评论，好像是他，是不是他评论的，说我的那个人。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易老板，我不管你在不在直播间啊，你是个男人，你就站出来说清楚，对吧？不要给我歪心思，给我来那种歪门邪道的。你不要给我安排你的那些黑粉来在我这里带节奏，有本事你自己来，对不对？有本事你自己来给我说清楚。
你自己发冒着自己的良心说，你觉得你是不是好老板？还中国好老板？还中国坏老板吗？中国？感谢点赞，谢谢。家人们，你们看一下他有没有在我直播间？我看到有些评论是他打的，好像还是他叫黑粉来打的。这个频率太快了，我也看不过来。来，咱们打一波正能量好吗？打一波正能量。这频率屏幕轨都太快了，我看不过来。打一波正能量好吧，家人们。我这个人，我的性格就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但是他非要跟我搞的话，我也不会让着他的，知道吧？不就之前以前打赢了我一把 PK 吗？自己觉得真的是很牛了。我是不想跟他一般见识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所以我不跟他斗，但是反而觉得越来越过分。昨天晚上我直播我昨天晚上没有半句话是说他的，我没有说他一句话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昨天晚上第一我没有在直播间说他一句话，知道吧？因为我爸我们两个吵架了，我心情不太好。然后他开个直播在对面说我什么，他要给我顶着干，知道吧？他说什么怎么样，我也没说什么嘛。我点个赞，他说要给我顶着干，知道吧？后面他安排他的黑粉那些过来说我。而且我今天我群里面都是很多他的那些黑粉，知道吧？就给他穿一条裤子的，他安排过来的，那些绝对是他安排过来的，他自己不敢来跟我说，然后他安排那些黑粉来到我群里面，我粉丝群里面说我，知道吧？说我什么什么的，那有本事你自己来嘛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来说清楚嘛。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感谢点赞，谢谢。一提到这些事情，我就来气，真的。哪有这样子的？我也打过工，我也当过老板，我也上过班，我也当过老板，我没有见过这样子的老板。说实话，你们见过吗？你们见过老板跟自己员工表白的吗？你们见过没有？没有吧？有没有见过？你们见过没有，家人们？我可没有见过，我可没有老板跟员工表白的，我没有见过。你们也没有见过吧？因为我们以前我们对我们的员工都是比较尊重的，就是那种像父母一样的，或者我们以前上班的时候，我们跟我们老板也是就是就像那种很客气的那种说话，都是有距离的，知道吧？他这啥老板，他这搞的，这我的天哪，对吧，家人们？我也当过老板，我也当过员工，但是老板跟员工之间都是很有距离的，说话都是很客气的，知道吧？哪有像他那一天带自己的员工这儿玩那儿搞的，还什么表白都来了，哦，我的天哪！你们说是不是有点过了嘛？啊，对不对？这些我都觉得没什么，因为只要阿紫开心，我都觉得没什么。但是他还骗我，这个我就有点不开心了，知道吧？对吧？我上次给他打 PK 是已经多久的事了嘛？都一两个月前的事了，对吧？都过了这么久，对吧？我去见一面阿紫，对吧？去看一下怎么了嘛，对不对？他骗我，骗我的粉丝们，而且哈什么还骗我之后呢，晚上他就再给阿紫表白，哪有这样子的？那小动作，那就小动作，知道吧？
感谢点赞，家人们，感谢点赞。来，咱们把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来，家人们，直播间5000个人，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对，公屏上扣个一。来，支持阿伟的所有家人们，所有伟家军的家人们，你们觉得阿伟说的对不对？对的话，公屏上全部给我扣一。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一回事儿？对不对？是不是我说的这样子的？他有没有是这样子的？对吧？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的，对不？不是说我说什么，事实就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真的是，哪有这样子的？真的是。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说老板归员工两个，那干啥呢？这，对吧？以前我就觉得不对头，有一点点不对头。但是我是想到阿紫，只要他开心就好，对吧？我看到阿紫一提开心的，我就觉得也没什么。慢慢的，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头，知道吧？越来越过分了，表白都来了，我的天哪，这干啥呢？这表白都来了，我就觉得挺气人的。这些是就像你们说的一样，不管我的事儿吗？但是他骗我这个，我心里很不舒服，真的，我很生气。骗我的粉丝们，对吧？他喜欢阿紫就喜欢嘛，他想表白就表白嘛，为什么还要骗我，对吧？我还说我好久没有坐飞机了，我还说坐一趟飞机了呢，呵呵，结果飞机也坐不成了，机票都撕了，我的天哪，这都是他搞的，说什么我们回家了，没有在这边了，对吧？结果呢，晚上就这个，我希望他不要惹我，真的，我也不是那么好惹的，他惹到我，他会后悔的，家人们。你们公屏上评论慢一点好不好？这太快了，这公屏上滚动的太快了，我都看不过来了，知道吧？去干嘛？干他是吧？干他，他现在不敢出来面对呀，他躲着的呀，他老是安排那些黑粉来我直播间说我，安排那些黑粉来我那个群里面说，我知道吧？你们说干不干他？我就替家人们了。你们说干他，我就干他，打两个字干他，来公屏上。我替家人们了，你们觉得也是我被欺负了，受委屈了，那咱们就干他，好吧？唉，干不了是什么意思嘛？干不了的意思是我怕他吗？你们意思还是什么意思吗？我不是怕他，知道吧？我不是怕他，但是我觉得他有点气人，是吧？家人们，真的有点欺负我们，不只是欺负我，他把我粉丝们都一起欺负，知道吧？就像我的家人们，他都不放在眼里。啊，我现在都还记得他上次说了一句，什么你家人们跟你一样的蠢，真的是说话都有点过度了，知道吧？有点过分了。
哪有这样子说话的嘛，是不是？有点过分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你们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干他是吗？小王，小王，干他对我没有好处。人活着就一口气嘛，说实话，有些时候太过分了也不行了，知道吧？人活着就争一口气，他既然这么过分的那踩住我，那就干他呀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把搞的我爸我们两个这两天都没有联系，我妈跟我爸也吵架了，都是因为他，知道吧？都是他惹的祸。你们说让我联系阿紫，联系阿紫，我能联系阿紫，我能那个啥的话，我还要说吗？你们以为我喜欢联系他吗？你们以为我喜欢联系那个易老板吗？我话都不想跟他说了。你们说叫我联系阿紫，或者怎么样，我能联系阿紫，那这还要说吗？这还要你们说吗？那我肯定联系阿紫了呀，联系不了。我发现现在阿紫在私信群里面回复的那些信息都是易老板在搞，因为我记得阿紫他是打不来字的，知道吧？那些字都是易老板搞的，你们以为他就老板这么简单吗？都是他搞的鬼，所以我现在很生气，知道吧？算了吧，我是怕以后阿紫跟他在一起没有好日子过，我是怕他有更多的外心思，不然的话阿紫有他自己的选择的话，我也没有权利的，因为每个人选择的路都是自己决定的，但是那个真的不是个好老板。你们不要以为他直播说两句好听的话你们就觉得他是个好老板，我跟你们说哦，他有很多歪心思的，你们还看不出来吗？你们看不出来吗？难道这么久了？你们没看到他跟阿紫说话都是一套一套的吗？对吧，是男人你就像以前我跟阿紫表白一样的，是男人你就大胆的说出来嘛，对吧？阿紫我中意你怎么怎么样，大胆的说出来嘛，拐弯抹角的整这里一套那里一套的，你们没有看到表个白说个话都是拐弯抹角的，这是又不妥的方式，一看就是个坏老板，知道吧？对不对嘛？我没有说错吧？对吧？要有底气嘛？他是对自己没有自信吗？还是怎么？表个白都还要这种歪眉邪道的方式表白，大胆的说出来嘛？对不对？小王，小王，你拿手机过来一下。你过来一下，真的是气得很。你把你手机拿过来，我用一下。我另外一个手机不知道哪里去了。我那个手机是不是在车上没有拿过来啊？
感谢点赞，家人们。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，打个对啊、哦！你们说我说的对，打个对。我那个手机没有带回来吗？没有。啊？没有。我那个手机是不是在车上？嗯。哪里去了呀？那在车上。我刚才有个东西忘了。算了，那明天再拿回来。到底对还是不对嘛，家人们？我听你们的，你们说对就对，不对就不对。对吧？因为关注的眼睛才是最亮的，啊，我可能感觉不到，但是你们看得到的，对不对？有些东西你们是一路看来的，看在眼里的，对吧？感谢点赞，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，家人们。感谢点赞，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，然后。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好吧？